检的名义，安全检查的名义，一边在做测试运转，一边在施工。他们还告诉我们说，六月安检完成之后呢，就准备要放燃料棒了、啊。各位请放牌啊！可是如果真的放燃料棒下去，我们台湾大概就完蛋了。伊希望讲吼，可能安尼压制了吼，因都会当顺利吼。什么这个六月安检通过啊，九月就要填装燃料棒哈、啊。讲实在是太过离谱哈。好，你家在咱今仔日伫咱南台湾哈，徛出来的朋友已经愈来愈侪了，啊，愈来愈侪。咱已经甲政府哈、啊，甲这个村高卡的政府哈、啊，该讲哈，咱人民徛出来，咱会议。我们废核啊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。废核不确定，政府别再变，政府别再变。废核不确定，废核不确定。政府别再变，政府别再变。OK， 打倒废核部队，让那个朋友稍微坐下来。咱失去家园的痛苦，因为阮是莫拉克风灾以后。失去家园，头一届失去家园。大叔，这个核能发电拿来像日本来发生代志的，哦，安尼咱是不是会比阮莫拉克发生家园会搁较可怜？因为阮迄阵发生问题，崩山了后，阮是一个部落，部落会当搁迁去别个部落。但是今仔日，卡顺啊，核能发电来爆炸的话，咱大家要撑对转去，你大家讲。已经无底薪了嘛吼，啊，所以今仔日阮徛出来是希望唤醒大家哦，啊，互咱全台湾哦爱惜这块土地的人会当共同来建立一个飞河家，咱喊好。这个进步是安怎，互咱安尼连续四年要卷走上街头还不肯废核？我们去年全台湾有22万人走上街头。单单在南台湾就有7万人，但是呢，一个民意调查支持度剩下9%的马总统仍然无动于衷。他有一句话说是这么讲的：核能政策没有引起任何人反对。一个哦，台湾人民没有人反对核能啊，所以呢，坚持对抗70%支持废核的人民，请问一下。我们是不是人？我们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马英九，我们是人。我们不得不说，现在的政府虽然叫做民主政府，可是却是假民主真专制。我们的民主被这样的一个政权给糟蹋了。所以我们今年的游行口号叫做废核308齐力抗9%，请跟我喊一次：废核308，废核308，齐力抗9%，齐力抗还要等500年，一旦发生核灾，
思索之外，还殃及后代。核灾后的世界，鸟不语，花不香，六畜不兴旺，无辜的孩子无法自由自在地在外面玩耍，甚至还会生病，还可能会死亡。核电是一堆穿着西装打领带的男人做出的错误的政策，结果婆婆妈妈还要出来辛苦反对。女人反核，女人反核，女人反父权，女人反父权，男人反核，男人反核，男人反父权，男人反父权，男人反核，小小孩也反核，小小孩也反核。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2014南台湾废核大游行启动了。南台湾回合游行的这个大队伍，我们现在在博爱路岛提醒世人不要再发生福岛核灾。岛体会这个冷冷的风以及这块孕育我们的土壤，我们也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为福岛牺牲受难的灾民们，以及到现在还不能回家的福岛灾民们，默默地为他们祈福。我请大家安静地闭上眼睛，把你的牌子举高，我们一起为福岛的灾民、福岛的土地、为台湾、为台湾的土地、为台湾的下一代祈福。我们是来自于南台湾、高雄、嘉义、台南、屏东各个地方的朋友，我们也有从南屿来的朋友，我们要在这里来宣示我们的反核的决心。我们镇长在台湾，在高雄市最昂贵的路段博爱路上面，我们来这里反对核电厂的兴建。我们要告诉你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核灾的预演，如果真的发生了核电厂的爆炸，台湾几乎无一幸免，台湾几乎无一幸免，所以我们不愿意这样的悲剧的产生。我们要让台湾更多的人知道，我们要反对核电厂新建的决心。我们邀请我的朋友来告诉你的朋友，让更多的人都站出来，更多的人来去告诉我们的政府，我们不要核电厂，我们要全面的废核，我们不要核电厂。我们现在躺在这里，要来做一个模拟的预演。我是人，我反核。